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这个环节同样是激动人心的环节了。在我们感受和分享了这份荣誉和喜悦之后呢，马上要迎来的就是我们2022年361度全新的品牌运动潮流代言人也即将揭晓了。它代表了我们361度年轻运动潮流的形象，那么它会是谁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安宇先生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欢迎，欢迎安宇。好，那么同时也再次有请我们今天到场的361度生活有限公司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郑业新蒙总来为我们的361度特别的员工带上正式工作证，我们也掌声送给他们好吗？也请我们二位一起面向镜头，咱们来张合影留念。来，有请蒙总，还有我们的安宇。最后大屏幕上有我们361度特别员工的工作证，我们也再次掌声送给他们，好吗？那么，当然，今天我们的现场呢，361度也为安宇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有请二位留步，有请二位留步。来，接下来继续有请蒙总为我们的安宇献上这枚特别的礼物，也是我们361度的篮球一枚，我们也同样再次掌声送给他们好吗？那么王安宇以正能量的年轻态度和对年轻潮流的深刻理解，与361度探索更多的年轻制药产品，更好的彰显品牌潮流的态度。好，那么也再次感谢蒙总。来来来，安宇先暂时保留一下，来来来来，保存一下啊。那么今天我们难得的机会，我们也再次感谢蒙总为我们安宇献上这枚特别礼物。难得的机会，那聊聊呗，安宇，好吧？好，哎，今天其实我们也难得的机会，邀请到了安宇作为我们新一代的361度的品牌代言人来到我们品牌日的现场。那么其实我们说，首先非常欢迎安宇加入到我们361度的热爱大家庭。刚才这个礼物怎么样？还喜欢吗？一枚特别的篮球。对，因为我本身也特别特别喜欢篮球，就想运动。哎，对，然后非常荣幸能够加入我们361度的集团大家庭，然后很荣幸今天到现场跟大家见面。对，那是不是咱们再次来点掌声欢迎安宇啊，好吗？再次欢迎安宇加入到我们361度的大家庭。那么其实安宇，我相信刚才你坐在下面很认真在听我们今天的嘉宾的一个分享。那今天其实在我们品牌日的现场啊，尤其是刚才我们蒙总分享到一个算是我们今天品牌日发布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亚运新主张，中国热爱德育度。那么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想跟安宇聊的，作为我们年轻一代演员啊，你是对热爱是怎么理解的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觉得热爱首先是一个动词，对，爱是一个动词，然后热我觉得是一个形容词，它代表很炽热很热烈，所以我觉得热爱就是非常炽热的喜欢。然后我也觉得热爱是一个前提，就是有了热爱这件这个心态的本身，我们才能去把一件事情完成得更好。哦，哎，非常不一样的解读啊，是一个动词。这个确实，我们说安宇呢，也可以说作为我们361度新一代的这个品牌代言人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361度其实是连续4届赞助亚运会，那么其实就是源于对中国体育事业这样一个由衷和长久的热爱。那么也同样是热爱的这个精神，让361度最终选择了安宇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刚才我们安宇也提到了，平时本来就非常喜欢运动，这个礼物我觉得挺合你心意的，对吧？对。那平时都有什么运动呢？其实我明知故问了，平时其实就是爱打篮球，是吧？但其实很多球类运动都挺喜欢的。哦，而且现在因为做了演员这个职业，也需要去包括健身啊之类的。哦，对，所以跟运动还挺，而且我最近演了很多角色都是运动员，冰上的这个角色，在戏里面就学会了击剑。哦，然后滑冰和
现在就是在拍正在厦门拍摄一个戏，然后他需要我练跳高和十项全能。哦，这能剧透一下吗？我可看到预告了，是吧？对对 对，也是跟炙热炙道有关的新剧，是吧？没错，对。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安宇的新剧啊。那么刚才其实安宇也提到了，未来我相信你的目标和这个梦想也是成为一个全能的演员和艺人。那么其实刚才安宇也分享到了，他喜欢很多球类的运动，但是有一小细节啊，我看到今天作为咱们三六一度品牌日，安宇好像上脚的正是咱们篮球品味产品。品的全新的 AG2X， 其实在我们球鞋圈都亲切的叫这双鞋叫二叉。那其实这双全新的 AG2X 上脚以后怎么样，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吗？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对，因为自己平常喜欢打篮球，也其实上脚亲测过很多种的球鞋，我觉得首先这双鞋一上脚感觉特别稳。对，因为我也了解到这双鞋是我们品牌就是签约的NBA 球星阿隆戈登的第二代签名战靴，然后也是搭载了我们最新的这个三泰科技，当然其中的这个E科技也是我们非常首创的一项科技。然后我觉得就是虽然我是个后卫啊，这双鞋可能会更适合前锋或者说中锋去踩，但是我会觉得非常的稳，然后非常的包裹性非常的强，非常有安全感。哦，那有没有兴趣下回去北京约个球啊？没问题，没问题哈。哎，那么其实今天安宇跟我们做出了很直观的一个分享啊，也希望接下来我们的安宇加入到三六一度大家庭，无论是我们的运动类的项目，还有我们演艺事业，能够蒸蒸日上。我们也再次掌声感谢王安宇，好吗？谢谢安宇，来感谢安宇的分享。那么安宇，我们可以暂时先落座，稍作片刻的休息。那么刚才在我们安宇的这个分享过后，我们也确实能够听到了关于我们三六一度这样一个独有的热爱，还独有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三六一度的集团品牌日，也是我们的亚运新主张和我们的创新科技大会的尾声，将会再次邀请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领导来宾共同来到舞台中央，咱们来一张三六一度集团品牌日的大合影，好吗？我们邀请咱们第一排的所有领导嘉宾，还有我们第二排第三排的所有我们的运动员代表，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舞台中央，来欢迎，有请我们各位领导嘉宾，有请我们的代言人，还有我们的今天到场的国字号的运动员们，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我们一起来张三六一度集团品牌日的大合影。好的，我们也有请各领导来宾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我们最后在三六一度品牌日的尾声来一张今天的大合影留念。好的，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到场的各位领导和来宾。那么至此，我们的三六一度品牌日亚运新主张与创新科技大会圆满结束。感谢到场的每一位多年以来对三六一度品牌的认可与厚爱，也希望大家收获我们更多的支持与梦想，让我们不断保持热爱，不断探索新的事物，不断推出创新精神的体育用品，让我们的中国制造蓬勃发展，中国热爱多一度。再次感谢大家的来，最后再次有请我们今天到场的三六一度品牌挚友昨夜派对，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 The Season of Us。 再次提前预祝大家元旦快乐。